什么你已经不爱我，两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？有有有，已经实现了，上综艺大热门。真的，我们一开始组团的目标就是上综艺大热门。接着下来是谁呀？来，各位，这一段你一定要看，因为呢，他们两个人被誉为是动力火车的接班人。哎，不是什么黑旋风接班人哦，动力是动力火车接班人。那就是说他们两个很会跳舞咯，会唱歌，唱歌，不一样了。对，而且他们一开始是因为改编《爱105度的你》，对。然后后来又被新闻转发，他们唱《我很好骗》，很厉害，他的点阅率已经高达138万。哎呦，厉害！你敢跨麦？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可爱的原住民小歌王。来吧，给我一把吉他，我可以从白天唱到黑夜。嗯，虽然说我们是山寨版的动力火车，但开口一定让你目瞪口呆。真的吗？有真强，要吹牛！而且他们竟然名字叫像黑像白呢。奈安呢，带来终于说出口。为什么要低着头？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。可是这不是玩笑，这不是玩笑，是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。我还能做什么？喜欢，这个就是刚刚讲动力火车的嘛，对，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味道，就是动力火车年轻的年轻版。然后他们自己 po 一些影片啊，我们看一下影片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好听哎。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。很厉害呢，他们
们美肌很严重哦，美肌对。乔小姐，你还敢说他们？不能说他们。你是不是也是滤镜使用者？他只是打光了，光打得很白，白了那个滤镜，调到十二。两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？有，已经实现了，上综艺大热门。真的，我们一开始组团的目标就是上综艺大热门啊！真的，那以后再来啊！目标是上综，也就是说。今天结束，你们就要走下坡了，差不多，到巅峰了。我们刚复合而已，对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本来已经拆伙了。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哦，不一定一时之间都能达成。对，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，还在努力的就不叫失败。没错，是，好吧。希望今天上了我们节目以后可以死心。要鼓励他们啦，鼓励。死心啦，对啦，对，继续合作，继续合作。对，而且这个搭档要找到他的音律，他们的声音是平，音频是很 match 的，是不容易的。对对对，你们两个都唱起来很好，搭配起来。最近有一团呐，哎，那个一直两个人呢，把吉他一到处唱骗钱，然后拿着卡拉轰天雷。哦，对对对，黑旋风那。黑旋风一直拿着卡拉，哎，对，赶快处理掉。卡拉轰天雷换你们拿啦，对嘛？两位表演很好，很赞，好不好？当完兵回来，这个报效。国家再继续努力。没有，我说如果有回来了，拜拜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就随时跟宪哥报告说，哎，宪哥我回来，再来上一次大热门。对啊，好不好？欢迎，继续练哦，继续把他的歌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他们两位。